天地浩渺，尘世变幻，江湖从未安宁。黑羽会龙首血魔罗，屠武会灭三门，只守遮天，独霸一方，世道尽灭，动荡不休。一场更大的血雨腥风欲将来袭。九派十二宗，武会上三门，就这些了吗？别躲了，一起上吧！血魔罗！力道不够，还给你！炎天地孽，化龙神王！血魔罗，拿命啊！血魔罗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滚出中原！血魔罗，把我们今天要清清行走！杀他！杀了血魔罗！脆弱的生命真是一种浪费啊！保天君！叫五门长老，就这点三脚猫功夫，傲气天行！师弟，辛苦你了。火门主，你就是精武门主霍长空，果然和那些废物不一样。血魔罗，你杀孽太重。收手吧！当今武林，听说你为最强。天地万物，无恒强，无恒弱。哼，杀了你，一定很有趣。武器归元，霸天诀。这是我的了。傲气遁形，景归一。血脉在逆行，长空，你做了什么？爹现在把傲气全部传给你，听好了。傲气贯着心与空，精武汉地至为坚，一念生死终不寒，如我分剑献红莲。记住，一拳只求生，不求杀。我要报仇，走。长空，杀了你，武林中便再无精武门。三大龙首和总商会的人已经在二楼等着了。堂主，走，去看看那三只老狗耍什么幺蛾子。黑羽会的人，黑羽会，哎呦，哎，各位爷，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是是。是啊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告
告诉你啊，就这帮人啊，你一个都惹不起，搞不好电就没了。快上三去吧！哎，小心点儿。你爸爸那么厉害，这什么人？这太能吃了，这几辈子没吃过。这谁呀？这你爸爸？真能吃，这已经第八了。死鬼投胎，太能吃了吧？太吃了，吃哪儿去了这？师妹，别着急了吧？这人生为啥不能喝？这都看什么了？哇！烫烫烫烫烫烫烫！哎，来了来了！您的菜，鸳鸯烧鸡来了！哇！哎，嗯，我就说，咱们就是在武馆里闷的时间太久了，多久没吃到这些美味了？哎，小彩哥，刚刚那些是什么人啊？好像是黑羽会的人。黑羽会，爹让我们离黑羽会的人远一点。嗨，没事，吃完就走。这聚英楼的菜不错，你别看着了。来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。凤郎，今天我们三帮龙首聚在这儿，就是要和你们黑羽会讨个说法。之前说好的东西两头分开，可你们黑羽会现在的码头生意都抢了，过分了。昨晚你们杀了我十几个兄弟，这笔账又该怎么算？让血魔罗自己来谈。就是，让血魔罗自己谈吧。你们的脸不够大呀，老子都没见过他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这血魔罗就是个缩头乌龟啊，他自己不来，还派一条疯狗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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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打翻我的面吧，小子，你看清楚了，跟我们黑羽会作对，
找死啊！我最讨厌别人打扰我吃饭。你爷爷我还没吃饱呢，给我杀！这小子什么来头？真是好强的拳劲！饶命！饶命！你去死吧！喂，拽什么拽啊，师妹，看我用霍家拳打爆他。霍家拳，你们知不知道霍家拳馆在哪？我带你去吧。刚才谢谢你，我叫霍敏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刘晶。汇聚人都顺寻，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还好不了？霍长空的傲气金武在你体内14年，已经根深蒂固，我的七阴三丁也快压制不住了。想要一力破力，必须找到霍长空之子。霍长空之子。当年霍长空将毕生的傲气精武都传给了他的儿子。霍长空，精武！找到他！找到他！喂，怎么还没到？前面就是了，小的。霍家拳馆可不是一般人能来的。到了。这么冷清啊，难怪我找不到。哎，姑娘。哎，人呢？哎，扫地的，你们馆主呢？喂，我问你话呢。不因轻柔，下不柔，吞吐成而内敛，是个高手。你来霍家拳馆干什么呀？我听说
霍家拳馆高手很多，我是来拜师的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啊，那人家为什么要收你啊？我资质很高，从南打到北，从没输过。不理我，让我试你几招。我就说这小子不行，看看再说。资质高，站都站不稳。师傅的金钟罩更厉害了。喂，把自己锁在龟壳里算什么功夫啊？再来。小子都没劲，怎么像霍家内功心法？这小子从哪儿学的？爹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下次进门记得敲门。哎，大爷，大爷你很厉害啊，能不能教我功夫啊？好吧。开门，不开门我一拳打破你的门。别烦我了，我还要扫地呢。你大爷的，明天再来。大爷。我有那么老吗？臭小子，拳头这么硬，要不是我用了金钟罩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走了，走。你们俩出来吧。爹。师傅。你们又偷跑出去了？我……哎，爹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不知道哪来的臭小子，一见面就动手，下手也没个轻重。哎，奇怪了，他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呀？哎，真是。我操个麻子！一个小子，你确定就他一个人吗？那小子力大无穷，那一个人干翻我们好几十个兄弟，尤其是他的右手，那么大一尊石像，竟……应该好好休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休息。还不走？谢谢白副队长，谢谢玄武罗大人。
你看到了什么？霸道有三，气走七分，只有一种内力才能引出这样的全劲。傲气精武，黑幕十四年终于出现了。哼，这黑影会算什么东西？咱们在这地盘多少年了，现在凭什么他们说了算啊？二位，十四年前这黑羽会的血魔罗以一人之力力挫九派十二宗武会上三门，不可小觑啊。哎呀，司马老哥，那都是说书的瞎编的，你听书归听书，可别太入戏啊。可我心里总感觉不踏实。怕什么？今天我们东南四大帮派汇聚一堂，有什么好顾虑的？等天一亮杀出去再说。哼，青石帮的八大铁布衫昨天就到了，还有玄武帮的四大金刚也到齐了，十二隐藏的人正在路上，再加上这些洋枪洋炮，这次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黑羽会喽。老二，你搞什么呢？老二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？去看看。我说你们，怎么会这样？谁干的？说吧，那小子在哪儿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那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，不是我们的人。既然不知道，那就回去休息吧。好，回去。好。人呢？哪儿了？怎么又是这小子？还想被揍啊？怎么又是你啊？我想好了，我拜你为师。外边那么多武馆，你干嘛偏偏要缠着我呀？那么多武馆，他们都打不过我。这么厉害，自己开武馆？哎，你要不收我，我就不走了。你
为什么想学武？我是个孤儿，五岁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，是婆婆把我捡回来的，给我取名叫刘静。有一天，求求你们了，放过这孩子吧！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了！婆婆，遇到你了！把那些人都打死了，我要变得更强，保护我的家人。跟我来。哎，你答应收我了，看看再说喽。大爷，我是来武馆学武的，可不是来干活的。你真觉得他们在干活啊？小伙子，睁大眼睛看仔细。戏剧天文，烈阳无相，南山烈焰长，水无常形，绵柔藏风，形意十三掌，迅疾如风，势沉如山，连环迷踪腿，都是高手啊！为什么忽然杀气这么重啊？你的拳只求胜不求杀，不要报仇。地方，怎么这么冷？搞什么？这里。这里是试炼禁地，霍家拳馆收徒的第一关。霍家四项归一阵。武京，霍家拳馆收徒的第一关就是过这四项归一阵。我破例给你一次机会，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。爹，现在就让他闯这四项归一阵，是不是太为难他了？他心气太高，我要用这四项归一阵练练他的心性。身上这么脏，给你打扫打扫。当年为了对付一个大敌，霍门主和三大宗主结合四项变化的规律，创立了这个阵法，威力无穷。他们几个将阵法演变融于日常之中，虽然还差点火候，但足够试出这小子的功底了。我命的十三掌，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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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片火
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又是那股气劲。你想杀人吗？哎，师妹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这小子不错呀，能在四象归一阵前坚持这么久，看来有两下子，考虑收他为徒吧，师傅。拳可救人亦可杀人，他的拳过于锐利，杀性太重。我不会教你的，你走吧。不教就不教。站住！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他的杀气太重，教他功夫反而是害了他。师兄不是针对他，是想保护他。如果霍门主的儿子还活着，差不多也跟他一般大了吧。神魄阵法，不收就不收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人呢？去哪儿了？阴阳互应，刚柔并济，幽冥无形，生人勿近。谁啊？你在找绝世高手拜师啊？你是绝世高手？还给我！你自己过来拿呀！力道不够，还差一点儿。这拳还可以。去吧。哇，原来你这么厉害！想见更厉害的，跟我来吧。哎，等等我。我就送你到这儿了，你自己进去吧。
人呢？神神秘秘的，搞什么？哎，李锦强呢？想不想玩玩？这拳打一下，林亚琴，太慢了，快点，再快点！乱动！是你。你晚上跑去哪儿了？好在伤得不重，我已经用银针将你的淤血化去。你喝点药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别误会，我晚上出去，无意中碰到了你。就把你带回来了，谢谢啊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？回哪儿？回家呀。我哪有家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你不会懂的。其实，我家也只剩我一个人了。14年前，精武门一役，我爹和我娘都被杀害了。
后来师父收养了我，这里就成了我的家。 以后，这也可以是你的家。原来你不是那个老头的亲生女儿啊！嘘，他最讨厌别人说他老了。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师兄怎么？ 小彩哥，你叫我干嘛？师妹啊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一个女孩子，大半夜带一个男人到自己房间，你不会是真的对那小子有意思吧？哎，我说不是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？嘘。 我连说话都不能说了吗？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特别的安静？对啊，连虫鸣声都没有了。今天晚上不是坚叔和石头守夜吗？他们人都去哪儿了？石头，坚叔。 你看好他！哎，走走走，咱们走吧。走啊！嗯，气势挺足，面相不行，太丑了。小心！ 这么大动静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我们早就来了，看你打的那么尽兴，多看一会儿呗。啊，小子，你不是想学武吗？看好了！破元秘密！哇，师傅好厉害啊！ 闲。
师兄，是黑羽会的。14年了，还是被他们找到了。四象归一阵刚刚突破第7层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啊！赶紧离开这里。来不及了。好霸道的杀气！终于找到了。原来精武门的余孽藏在这里。你们几个走啊！走啊，走啊！你又别添乱，让师父对付他们。走。好久没活动筋骨了，让我陪他们玩玩。血魔罗，老子等了你整整14年，当年的账今天必须要算清楚。让我看看你们有什么长进。无极生太极。样挺多的，太极生两仪，生生绝绝，轻轻重重，重重重重重重，一生化影，化影化影，变阵变阵，飞飞红红，咒咒咒，疾风疾风，雷霆雷霆，两仪生四象，飞鸿咒雨，疾风雷霆，一贯清正，力道不够啊。就这些了吗？刚好给我挠痒痒。再来，两仪生四象。未来生一，四象归一，四象归一。什么东西？放过你们，真是浪费。看后面，这里。我还没去找你，自己就送上门来了。小子，这是我们精武门的事儿，你快走！你叫我功夫，就是我师父；精武门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臭小子，快走！快走！走啊！关你的事！走啊！我说过，我要保护我的家人，你们就是我的家人。Yeah.
臭小子，臭小子！傲气贯日，心欲哭，精武撼地，志未坚，一念生死终不憾，烈火焚剑，血红莲。巅峰，多活一会儿戏才好看呢。别哭了，这么多就是想保住霍家的一点血脉，这
要是死了，那师兄也就白死了。他的伤势已经控制不住了，最多也只能活半炷香时间。不可能，奇怪，他的心脉周围有一股内力护持，所以才支撑到现在。心欲空，静武寒天之为剑。傲气静武，是傲气静武。当年霍门主将傲气静武注入他体内，却将傲气静武之魂封存在他的心脉。只有濒临死亡之时，才能完全释放。傲气之魂太过强大，他的七境八脉全都被堵住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经脉俱裂的。我的银针能疏通经脉，让我试试吧。血魔罗，看到没有，我潇洒一出手，你们连一点机会都没有。哼，敢再往前走一步，信不信我一拳打爆你的头。想不到当年霍长空还留了一手，不过霍长空不是我的对手，你也一样。我用银针打通了他的天会穴，以内力治七经八脉。之前傲气精武只贯通他的右臂，如今已贯穿他的全身。烈火焚尽化红莲，他现在的功力已经突破了常人的极限。破而后立，死而后生，或许这就是天意。小子，你不是想学武吗？看好了，火源明明。隐而御险，霍家拳，这是爹的招式，想不到他只看一遍就学会了。水为海，这些就是天生的武学奇才。14年前，霍长空就死在这里。今天，我就送你去团圆。霸天诀！Oh, my God.
可能，我是不会输给你的。嗯，大荒魔罗，黑煞滔天，十方俱灭，让你看看我最强的一世。这里来了个年轻师傅，黑羽会的血魔龙都被他打败了，真厉害啊！好，今天武馆正式招收弟子了，大家报名都排好队啊，一个一个来。哎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，在里面。血魔炉大人，傀儡毁了，黑羽帝国计划欲要顺利推进，